游玩吃兔变脸合集下。就这样抱着你，慢慢的靠近你，从你的呼吸成为你的地笑。你会陪伴我，直到我老去。甜蜜的情话，说了多少句？堆积的浪漫，用行动来延续。你不在的日子，就像糟糕的天气。出现打破了荷尔蒙的沉默，我召唤小精灵，把你的心事俘获。你现在不可以就像精灵的琥珀，我变成蝴蝶飞到你这朵红色的蔷薇，无心机的等待，从前惊喜荒废，我不想忘记，我不想放你飞，我知道踏入你的禁区已经无路可退，这我不在像是生活的阴霾，有你的梦境我宁愿不醒来，爱美太累了，可能我太直白，沉浸在你的海洋，只想要你的期待。我想知道亚轩以后秒回我这个权利吧，因为他回微信真的，他回微信是真的很慢，他有时候甚至就不会回微信，他感觉像，感觉他就是没有微信这个软件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如果我一回别人快了，那个我会变成慢的人就会吃醋。所以说这是我的新年愿望吗？所以我回来上成都再回。我特别喜欢吃醋，我跟你说，非要吃我，肯定不醋毛吗？对呀、啊。